电影《寻梦环游记》里的场景真实存在吗？当我们飞了15个小时，终于来到地球另一边，墨西哥瓜纳华托州时，在推开窗户的这一刻，我相信它真的存在。因为这里的街道、缆车、隧道，还有路边玩吉他的小男孩，都和电影里一模一样。在一年一度的亡灵节前夕，大街小巷都比我想象中还要忙碌。我看见拉着万寿菊小车的爷爷，也看见老板正忙碌地装饰着店面。于是，一扇扇窗户，一座座小门，都变成了只属于这个时间的限量惊喜。白天，我们会不看地图的乱逛，因为陌生的小巷，也许正通向一个安静而迷人的广场。傍晚，我们会爬到山顶观景台，看整座城市慢慢变暗，也看月亮爬上山头，家家户户点起小灯。这一刻，现实和电影似乎完全重叠，却又比电影更加真实感动。当我们庆祝死亡，庆祝生活，庆祝爱情，甚至在日落之时庆祝一天的结束，那么这些瞬间便会在记忆里定格，陪伴记得他的人永远永远。